成功的秘诀。上千年前，衣服真可爱。别笑了，那破败玩意儿，你笑的有我动听吗？快点，快点打吧，反过来打野吧。我选择了莱布利斯，他也同样选择了我。我决定攒一个爆头上线。走压没有结果的努力是无意义的。我希望他能反应不过来，一枪把他毙了。W 必须得有被动双重施法才能加血，但是是按已损失生命值，满血加不了多少血。哇，这么牛！没有助攻，啊，没有助攻，你单杀，这让我很没有面子。这个就能加血，谢谢皮卡丘雷丘啊！我叫皮卡丘啊，谢谢皮卡丘，哎，都一样吧，皮卡丘们。这家伙要干啥呀？你要干啥呀？太吓人了！不回家，我们塔皮有一下没吃，我得把它吃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完了，我死定了！啊，我没死。然后皮卡。就乱配置了，我虚区太低了。哎呦我完了完了完了，潘森来了，你换他吧。哇，这潘森溜得这么快呀、啊、这潘森。
掉，没事。好的，牛啊！嫂子给你打辅助驱财了，那肯定，那不得辅助一手物资？但物资已经被我辅助了，换个人吧。我的同学都有潜力，但不够刻苦，我是他们之中唯一的希望。小宁，不会让你白死的。啊？什么玩意儿？学姐记住你。我好，我喜欢计划顺利进行的感觉。你要单杀我，这太吓人了。这 ADC 打呀打打打的，啊！这 ADC 挨辅助一探，差点没死了。哎呀！看你能不能打死他了吧？这潘森挺烦人的，潘森。可以呀。哇！没死。哎，有点烦。交个伞好了。莱布利斯，掩护我的侧翼。怎么死的呢？给我扎死了！破败王，给我杀！破败王僵尸啊！哎呀，这僵尸！翻身，哎，可以。哎，点不死了。
球底给我钉墙上了。小臂，飞呀，兄弟！这没办法了吧，这出不去了，拿着了，换了，我换它不太划算，不换了吧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操，他咋闪出来的呀？我夹着放在那儿，它为什么能闪出来呀？我不太能理解呀。这没法上了。好大好大好大，人呢，大一个又死了。怎么依着我？我看你这回能保出去不？我怎么死的？我被电刑给烫死了，好像。无尼斯七级。兰德里斯或许很强，但他没我不行。老得躲技能真的很难，我不想躲技能，我就想上去硬吃。
结续了。嫂子玩的真好，那肯定的，你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婆。我认识